大家好，我是白石木马人堂大叔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皮卡中的牧马人，全新2019款的 Ram 1500 Rebel 叛逆者。为什么说它是皮卡中的牧马人呢？主要从几个方面。第一，从整体造型上面呢，有一种野性的感觉。这一台级别里面呢，唯一一个是配了全金属防撞脱钩呢，既可以自救也可以救别人。我们的轮胎用的是全地形轮胎，稍稍不同的变化呢，相对于以前老款呢，它轮毂的大小呢改成18寸了。 Rebel 依然保持了非常阳刚的造型，它有个非常标志性的这么一个引擎盖，那既有功能性又有外观，同时呢下面搭配的依然是个 V8 引擎。现在它把这一个黑米5.7写在侧面了，而不像以前贴了一个贴纸，那这样看上去更帅一点。大家选择偏向越野的车型的时候呢，比较担心一个就是舒适性和噪音的问题。我大概三个功能专门针对这方面的。第一呢，在避震方面，这个避震呢会监控它行驶过程中这个颠簸的频率，去调整这个避震的松紧度。第二的话呢，车前脸这一部分呢，它里面有一个主动的开关的这么一个模式，那通过这样子呢，让空气进来，第一可以让引擎跑得更冷一点，第二的话呢也是可以达到一些降噪的功能。第三个呢，全新的功能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在引擎附近这里呢也有一个硬件，它会根据引擎震动的频率呢反向的这么一个震动的方式把它综合掉，这样子呢它的整个噪音和震动也会减少。在这台车上呢，唐大叔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推荐和升级的一些东西。在原来呢，这个空气悬挂它是标配的，在原来。那再来呢，第一次在这台车上可以选这么一个超大天窗。那再来里面的话呢，从7寸标配的荧幕呢升级到8.4的荧幕，然后音响也顺便升到9个喇叭的奥派。哦，对了，无钥匙进入呢现在也标配了，所以刚刚提的蓝牙、倒后影像、无钥匙进入、一触启动这几个都标配了，非常实用。现在呢，我们从后面看一看这台 Rebel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两个排气管，双排气管呢都是用黑色，这个经常大家也很喜欢改的一个地方。第二呢，标志就不用道奇的这个标志，而用文字的 Ram 这样来写。第三呢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啊、全新的一个高清的摄像头，只要有一点点光呢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。再来呢，这台车配了，第一呢，你下来是有缓降的，原来这个我们都自己花钱另去配的，现在有。第二呢，你像这种防刮的东西呢，我们英文也叫 liner， 就是这台车是选配的。改款之后的呢，皮卡呢后面有更多空间，有一个东西大家非常喜欢，就是这个门可以开的角度非常大，差不多80度左右了。Rebel 的话呢，它有很多独享的配置啊，缝线部分呢，红色和白色缝线，皮质的这种很舒服，还用了一些碳纤的黑色。第二个呢，储物空间在地板下面，和原来类似，两边都有，而且呢是有防水设计的，那一边可以放啤酒啊、饮料啊，一边可以放垃圾什么。再来呢，它独享一个就是这个脚垫，唯一有这种全地形胶的防水的四季脚垫呢，那就 Rebel 了。后排中控部分呢，第一很漂亮，对吧？有碳纤这一部分。第二呢，其实前后加在一起呢，总共有8个接口，4个是 Type C 的，新的手机都是用这个了。啊，如果用电脑呢，还有三插口的，所以这些加在一起之后，车上坐4-5个人呢，也不用抢着充电。全新的公羊皮卡呢，开天荒第一次给了我们全景大天窗。Rebel 呢，有它自己独享的这个仪表盘，打开以后呢 ，Rebel 还晃两下，有点越野的感觉。这一部分也是全新设计，它那时候感觉比原来方向盘小了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形状粗细呢特别有意思，上面呢偏细一点，下面呢偏宽一点。那有些人喜欢这样开，有些人这样拿着开，旁边呢也是这样，很舒服。公羊的皮卡呢四驱系统都非常好了，但一般呢只有2驱高速、4驱高速、4驱低速。那作为越野定位呢，这个 Rebel 呢我们又加了另外两个东西，最主要呢是一个后差速锁，那这个跟牧马人有些特别版或者牧马人这种差速锁是一样的，是越野的时候会很多逃脱不了的情况，那配合这样可以出去了。但是有一点呢它就没有了，在其他级别上面呢没有后差速锁，但它会有个全驱模式啊。唐大叔个人用下来或者大家聊下来之后呢一个体会，其实全驱模式可能更多在驾驶体验，对吧？如果你加速快打滑可能会少一点，雨天的时候有点用，真正雪天呢还是建议用四驱模式，雪泥沙越野的时候，那这种呢就逃脱主要用的后差速锁。8.4 寸从7寸升级上来呢可以带导航了，12寸荧幕这种呢可能未来会有，那目前呢还没有，现在看不到，但如果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呢你只要插线就会自动跳出来了。
那这个曾经我也做过一个视频，感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那一个。改款之后的高大上这块中控呢，大家非常喜欢的。第一，储物空间非常丰富，第一格打开放东西也好，放什么也好。第二个打开，里面储物空间非常非常大。再来呢，这里可以放零钱，而且这个可以滑动的。那下面又是一大层，所以大概是三层小楼房的这么一个直接奔小康的节奏。改款之后的 Rebel 呢，依然是唐大叔皮卡级别里面最喜欢的一个。当然呢，今天篇幅有限，所以呢，如果没有提到的东西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互动。另外呢，咱们呢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放在我们全新的频道上面的，那我们车评频道，也希望呢大家呢没有订阅赶快订阅了，喜欢的呢给我们一个赞，不喜欢呢就不要给差评，跟我们留言互动了。当然呢，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，可以来找唐大叔聊四驱车啊，买皮卡呢支持一下业务。广告的话呢依然这么多了，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车评频道的白石牧马人唐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